我方面是早晚有离婚这个社会，但是台湾永久存在，台湾的永久存在就是靠恁大家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郭冠铭啊，实在是跟咱台湾的同胞一体的啦。郭冠铭是2300万内面的一个啦。我是希望咱的少年对家己的国家做一个国民的意识，唔通袂记的，照恁的正义感做恁的行动，无必要去考虑啥物嘢，对你的良心会当做的代志，你来做。即马这个时机啊！是少年人要发挥的上好的时机啦，所以我个鼓励咱的少年的朋友，发挥恁少年人的正义感、人生感、价值观。台湾哦，将来哦是台湾人家己统治咱家己台湾。我知影改宪法、新宪法哦，真困难啦。台湾的社会已经哦有这款的这个共识嘛。所以吼，我一定我推动这个新念法。那一头一遍失败不要紧，我第二遍过来，第三遍过来，第四遍过来。只要我活在这个世间，我要继续。我方面是早晚有离婚这个社会，但是台湾永久存在，台湾的永久存在就是靠恁大家啦。
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